请掌声欢迎我们第一对伴郎伴娘，姓张以及嘉义。接着后面第二对宾上是我们的姓祥以及嘉慧。他们呢，是行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差点就给他撒下去了，所以才会在今天担任特别有意义的角色。现在他们已经站到了属于他们的位置了，就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望向幸福入口处，让我们一起欢迎曾伟阿嬷以及佩玉妈妈进入会场。请掌声欢迎那个阿嬷与妈妈的笑容。他们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在未来呢，不分你们我们，是一直互相扶持，一起面对困难，一起成为温暖的新家庭。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阿嬷以及妈妈，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望向幸福入口处，并且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人官进入会场。请掌声欢迎宗伟的笑容。宗伟的笑容非常的可爱，等待着呢是佩玉爸爸带着宝贝女儿交到他的手上。现在呢，我们随着宗伟神奇的目光再次望向我们的幸福入口处，让我们欢迎爸爸以及最美的新娘佩玉进入会场。今天此刻是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要把女儿交到宗伟的手。